你要开回家？开去哪？开去哪？要回家，没有电话啊，就要回家。噔噔噔！我成功了吗？为什么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喂？有人收到我的 echo 吗？没有。哦，为什么刚刚噔噔噔呢？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见鬼嘞！喂？有人收到我的 echo 我吗？后面有一台老爷车，你过来看看要不要？等等，我快拿到我的车了。啊，今天换新的摇杆，哎，啊，为什么摇杆不会动？哈哈哈哈哈哈，爽！哎，可是，300不能用，对啊，连线灯有亮吗？有啊，那怎么可能不会动？啊，买到瑕疵品了。对，没有看到我，过来，过不去了。上来呀、啊，找个位置上来呀、奇怪啊，我网页侦测的那个控制器的却有亮。哦，走丢了，还是？你把它拦下来啊！我好不容易上来，历尽千辛在何前面，容在易。前面，在前面，在前面，在前面，过来。我灯有亮啊，奇怪嘞。千辛何万苦来上，你跟我说走掉。好，有了，亮第一颗了，可以的，刚跑到第二个遥控器去这台我也有啊，这台都研磨啊，对呀、啊。无聊，无车嘞、欸。人家好心的找车给你，竟然说我们男人无聊。然后你撞死我了啦！哪里有？坏了。哇，你哪台小绵羊在那慢都爆炸？管我！你要不要上车啊？载你回去，你自己不回要家。不要！他们两个有进来了吗？他们也没进来啊。我没有人邀我啊，要啦，邀啦。你走错路了啦！没有啊，我邀请不见啊。再邀要他，怎再样？邀他。没有邀请，有吗？有看到了，来了，自动被储存，是的。好冷又好闷，看。嗯，好冷又好闷。刚回来的时候很冷，现在我的房间很闷。外面会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有台风要来了。从哪里来？大陆啊？从海面来。大致上能保都是证台从那风个会菲律从宾海那面边来？过来的吗？啊，从 OK？会长，你的现在奖章中心不二成进度多少了？等一下哦，他断线离开我了，连不上去。哦，
你先进你的 好友私人战局，然后再从你的私人战局连来我们这边。我发现连私人战局真的很好连。我刚才就是在私人战局啊。现在什么情况？好安静哦。喂，喂喂喂，是在邀请我是？怎样？你们都好安静，突然好不习惯哦。你会惊？哎呀，会惊，哪会袂惊？干嘛怕？有了。为什么你叫我刺青？你看，我又听到我的回音了。我也听到，对啊，我刚刚有听见。很奇怪，为什么突然有？我就跟你讲了，你有钱去买手把，没有钱再去买一个麦克风。怎样啊？哎，我这个麦克风也1000多块，我已经买了一个了。哎，哎什么？等一下，阿公被你激到去买几万块的。哎。我现在用好好的是你们那边收音有问题好不好？对，我们三个都有问题。对啊，因为你用喇叭，我是用耳机啊，我不会听到你们的回那个，你们当然不会听到你们自己的回音啊，对不对？啊，然后 我是用耳机啊。对啊，啊我在，可是我不会听到灰从不会从灰仔里面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啊。这样子的理论好像不太对呢。怎么会不太对？哪里不太对？因为你会有回音的原因，是因为你用耳麦哦。我是听到你的声音里面有我的声音，哎，是你那边听到我的回音，是不是我的问题耶？我这边听到你的回音。我从你那边听到我的回音啊，刚刚是这样子啊。哦。你听不懂吗？可是我是你、哦、你现在麦克风按着，然后你用喇叭，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那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们两个不要同时间讲话就好了。去买个耳机吧。不要，戴耳机耳朵好痛。哎，不要就撞我。我的小 QC 会被你撞坏。啊啊！灰仔又不见了，一台才5000块。你们都进了吗？要开了吗？灰仔又不见了。怎么有啊？他刚刚就撞我了，怎么可能不见？我看到他离开啊。啊！这就是撞我的报应。哎，我没有离开。哦，那我看错了。哦，新车了。新车了。可以再看吗？啊？我看一下。要敲车了，新车砸三下。哎，这台车的轮框不用改。是啊。哎呀，操控能力好像还 OK 啊。你去买一台白鸟，然后改装的真厉害，你试试看。只要这个山不是一条直线的，你都能爬上去，粘地粘到爆炸，根本不会飞起来。就这一台啊，
不是，我这台是半润分子，我主要是说哪台电单切叫白牛，你试试看，去感动之后，哇，超强啊！基本上是不会超车的。哎，这一台可以放车库那一台吗？可以啊，你炸我试试看，炸不爆的。小炸的爆啊，就被我炸爆两次。我下才爆，哎，被女人吐槽了。他一开始我上次下地，他就炸爆我两次，然后就赔了30000多块。那好贵哦，你炸一次要？我要求要进来。好，你对着玻璃看，你对着玻璃看，我不是人吗？牛头，不是防弹的吗？我怎么一枪就死了？你对玻璃开是没防弹的，所有切子对玻璃开都不是防弹的。这台是防炸，不是防弹，所以它没有防弹哦。这台切子是对你，总之不是射玻璃的话就不会爆，就是上直升机哪一种的火神机枪啊，你要打20秒以上才能爆这台。今天你丢两个炸弹，都丢了5-6颗吧？阿 Q 开门，我们已经开了战局了，请看你的手机。你就站在我门口一直叮咚叮咚吗？啊，我又按错了，惨了！啊，快点弄掉，快点弄掉！你擦，那只要不要开始游戏就好了。那你不进来吗，老公？啊，我去你房间了。模式邀请啊！我为什么是搬家到是陪他一起不是你邀请的，是阿光邀请的。我看到，没关系，一样的战局啊。他们都在里面，只剩下你一个啊。哦，我的邀请就不是邀请就对了。不是啊，我怕人家是你开错，我进了来，然后就中伏了。中毒嘞？我那么毒吗？断了中伏。我是没差，你们多的还是好。他的定义是弄线。不记得。只要开那个拖车头。垃圾桶。拖车头。当然是你啊。我开啊。安费他。啊，给那个新买摇杆的那个开啦。我忘了换服装了啦，雨熙。这个要重装吗？不用吧，这个不是在车上扫一扫，不要打到车头而已。不用动，不用动装啊。好吧。要训练。在线上，你以为是子弹不痛啊？要训练你的技巧，不要老是依靠装备。明明就可以用装备，为什么不用？脱光光。要开哪一台？要开哪一台？就有人干嘛？就有人开，我在那里面呢。就有人开这台出来了，对不对？我的小绵羊耶！是几人座啊？不知道哎、欸，这好像六人的。对，六人的后面可以上两个。你们的机车可以上战场，我的小绵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因为马力不够，因为你没有选啊，因为你没有马力不够，他不让上。真的假的？我有改耶。因为他你没有选嘛。不然你回去再付钱。那个认真回答你的你都不听，然后那个不是啊，因为我在跟你在跟你我细商，然后你就很认真的在那边回。不是我从来都没有在选车的，可是库鲁马都会自己跑出来啊。那是因为你刚好在开库鲁马那边呢，你选到那边好像有设定到选那个库鲁马了。你原本就是开库鲁马，然后他就预设就是库鲁马。就是你在游戏刚刚进来之前，那可以选切子的，懂吗？他为什么要横放三宝？这台可以放车库哦，可以吧？我不知道。这台可以啊，就是库罗马那一页的可以。
后面有机枪的那一台不行啦。后面有机枪那一台要用叫的，打电话叫的。哪台不防弹的？哪台一炮就爆了？看第一人称视角的驾驶舱是怎样？哦，还蛮宽的嘛。对，这个一定不防弹啊。防炸啊！防五发炸。你是有什么关卡要炸？直升机啊！直升机那个算炸。火神机枪哎，还有飞弹。火神机枪那个算枪啊，算炸。所谓的防弹是防枪。步枪、手枪，那个叫做防弹，防炸就是那种炸弹的飞弹式的，都是炸。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火神机枪是算枪啊，算炸的。那、啊、你等一下拿火神机枪，拿火神机枪。火神机枪能顶20秒，这一台。全个游戏最够防御就是这一台了、啊，只要不打前面玻璃，打到哪个驾驶人，这不会，这可以一直开啊。欸，开车不能比中指。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吗？哦，开车的不行吗？你看我的手，可以比啊。你看我开车，你叫我看你的手，看我勒妈！嗯，你看，你看你们都彼此中指，可以比啊，为什么？我的手都伸出去比了。原厂的震动比较沉，比较会震，比较沉。你刚刚手伸出去的，就是它震动比较沉，比较有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刚开始不习惯呗。嗯，可是它震一边呢，好怪。这一台前后左右都能开枪的，好奇怪。哎，我中枪了，一直中枪哎！哎，闪一下，我一直中弹。可以往正后方射了，好屌！哇，哎、欸，这场真的是四面八方无死角的。对呀、啊，对呀、啊。好，用屁股顶他们就好了。你在爽什么、哦？哎、欸，冷嘞，都没冷。在里面应该。在里面，不然去后面看看。不要炸到有弹头了。啊！还在房子里面，都在屋子里面。I kill you。欸、可以丢手榴弹呢！喂，你小心哦！先游去左边那边杀一杀吧。啊！不要开到车头。
this fucking gun? Oh! 又在中弹了。还差一个，两个。我下去搞定他。没有，我放了催泪瓦斯，等一下他们就出来了。啊！催到自己，我都在门口。快点跑！欸，去保护油罐车，赶快出来！上车了，上车，上车了！欸，快点上车啊！你在哪里？就在你后面。车都已经开到路口来了。哦，开到一台轮胎破的，惨！要不要回去换？没有办法，已经插上去了。可以啊。怎么换？你要想办法把它后面的油桶扔下来。你把它卸在旁边，然后再开一台来吧。我就不会卸啊，谁会卸？你后退，转弯后退。要慢慢的哦，没他就自己跑。过来保护我吧！我们要去海边呢。哇哇哇！翻车！就按个喇叭，然后自己撞停了，对啊。对，我好想最后一关，我们用骑摩托车的方式。他用骑摩托车的方式的话，没有去过那个抢银行啊，他会有一段是跳伞的，就跳到海里面，这样用跳伞的，就正常解的方式啊，不开车的话。没有，那是照着黄线走的话，对啊，就会跳伞。对啊，对啊，对啊，我想去玩跳伞。可是他会绕一段路啊。那一天我不是叫你左转，可是他一直直走，过桥的话那边就是跳伞。嗯。要过桥上去。对啊，我想。但还要转不上山。嗯。为什么我银牌？因为你车子开得不好。I'm sorry 啊。
你要开到四颗轮胎都爆胎的。来自他不硬走，硬走过他自己就减了300次。快点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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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急脚预谋不是什么成就，不知道跑那么快，当然要跑啊，快点走啊，没有开不了吗？现在要等，要等他有那个啊，来讯息，开了。可以啊，打我不动。阿公还在转身就被我打死了。哎，为什么你每次我都站在你前面呢、啊？奇怪。那也没办法啊。去补一下东西吧。我要咯，你要补林子哦，还是防弹衣？防弹衣啊，我都没了。你去补啊。他也顺便补个林子。要了啊，你们进来就可以了。没有买零食，等一下我带他去买糖果。嗯，我被怪叔叔诱拐去买糖果了。那我不叫说妹妹乖，叔叔带你去看金鱼。金鱼佬，外面这个人打我，然后我就有心了。他自己跑过来打我的、欸，因为你吓到他吧？这边的人都很凶。哎、欸，我的每日任务卡到今天还在卡、欸，怎么办？就解完才会有新的吧？就是解完的，解完到现在卡了四五天了。啊，是啊、哦。他一直没有更新，就是没有变成新的，就一直是过完的状态，有打勾的。这么神奇！有两星，你要写信去反映。为什么警察那么快就在旁边了？因为他来找我。一车我在里面抢劫了。才16000嘞！他怎么出来举枪？哎、投降啊？你有上车吗？我直接进游戏的，害我还在门口等你，抢完姐就直接进游戏了。花个400块，多么快速啊，对不对？我超爱用卡兵步枪，超好用。散弹枪比较好用吧？对啊，散弹枪我买那个突击步枪。开咯，等一下，开吧，又来了，意思，电脑好像中病毒一样。对啊，它一直跳出找，无法找到那个 Quip 档。像你肉片不要一直乱抓哦。我肉片不用抓的好不好？哦，直接接硬碟来看？没有啊，直接看线上的啊。等一下给你一个线上网址，超好用。不用不用不用。This is bad. This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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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I shouldn't be here. See, I should. 哎、欸，我要另外一边，我要另外一边哦。那边我没去过。哪一边？
就不是下坡那一边，屁股那边叫什么边？But someone may have told the Vagos and the Ballas and the frat boys and the. 你为什么把你身上纹身纹成这样，脏脏的，看起来全身都脏脏的，脑残。If you want to get paid, 你背后是哪个？脚底鲤鱼啊，鲤鱼啊，鲤鱼好像有 bug 会消失的，过任务的时候，没差。这要去补完，一直补完补完，好烦啊这个。北边是哪一边？北边就是前面啊，所以你们两个，我们两个南边啊，就滑屁股那边呢，后面的。所以到底是就跟上一次不一样边？对啊，上次是我们两个北边啊，啊，这次我们两个南边。跟我说你要看什么边？就我跟阿光他们两个南，他们两个南，我们两个北就好了。上一次他们是上一次我们两个南。哎，就不用换了，你把我正北，你把我正北，对，对啊，不是你们两个南，我们两个北吗？哦，想跟你老公在一起不行吗？你要跟老公在一起，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啦最好不同位置啊，可以解任务啊，解成就了不解任务？那等一下，我都是听到你说有会解成就，等一下你们一起讲话在讲什么都听不懂。我说等一下机枪车给你们用。哦，要开机箱啊？那我穿重装。这边切纸没差吧？不一定要拿那个，反正我们是要去那边保护那个货车，然后保护完，然后就要开货车。所以你们开货车，我们开机枪。嗯。可以。那重装就好。开几台去？你看我的小绵羊呢？你有没有叫出来？我明明就过关卡的时候，我就骑着它，开了关卡之后，小绵羊就不见了。哎、欸，啊，你那一台怎么也不见了？你的是机车，开这一台啦，发光的。嗯、上来啊！我看见你停在那边，不是我在订单街，你有没有看到啊？没有啊，没有啊。哇，你好卡！对啊，怎么了？你按住，你按住，上街的时候按住。然后我干嘛上不了车？我不知道。惨，我飞起来就是自己。第一次站这边，他躲哪？就躲这里就好了。门口啊，门口比较好，不然你要去后面一点。哇，你到底在干嘛啦？你看我的散弹枪的那个炸弹姐干嘛撞到了？护甲撞疯了，血剩一点点。真的假的？我一滴血都没扣啊。真的啊，要不要我拍照给你看？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过来吃东西啊。已经开始了，你们还没到。都还没到吗？欸，那油桶炸会爆掉吗？会啊。啊，等他们过来靠近的时候再炸吧。我觉得后面好安静。没有，第一波是从前面的。嗯哼，来啊，放我们！
拿散弹枪要打远距离的，打不到。欸，你刚你那个被射，你那个位置被射到，欸，你的屁股被射到了。对啊，我被射到。反正他们多好用。然后突击步枪可以连发的散弹枪。旁边在喷水。我的画面没有。你后面在喷水啊？哦，好像没水啊。那我的画面没有啊。走走走走。机枪在这里。你们两个开啊，我们两个开货车。对啊，我在跟我老公讲。其实刚刚你们一开始可以用机枪。前面号啊，还是在你们前面号还是后面啊？都可以。都可以。前面去前面。其实刚你们可以用机枪在扫射前面说。我没有，我刚刚没有讲。啊，直升机要先打啊！哎，对，直升机你要打掉。直升机在哪里？在头上。那你看呢、啊？四方方面来的，右边，右边也有，左边也有。你们边左边打，不能停下来打。右边有。有时间线出来了。左边，左边，对对对，打不到，我上海塔，左边海塔，前面前面，对对，打了打了，下面有塔，我只是报方位而已，没有说你不打。加他加他加他，哎呦，差点撞死了。后面有啊，有人最次了。后面的后面很前面也有，前面有两台，前面有两台。前面前面前面。后面也有。Get rid of these cars, okay? Oh shit!他等一下又要装树了。Why is selling other people's drugs so difficult? 你看到像刑警拿一样的切点就先打掉就对了。有时候拿一些就是，哎，右手边你会看到，哎，哪一台？对，就是这一台，这一种。你不用放下，放慢下来打。后面看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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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我这只摇杆啊，它震动偏一边。哎呦！哎，炸到我的车了啦，我车在扣血了。Sorry， 那他跌倒就不用不要硬把他开到炸掉，人死掉就好。I didn't come this far to screw it up.
make him crash already. Get rid of him. 好血，真的都快没血了。对啊。If we lose the product, I'm killing all of you.都在我旁边炸，我没有打他，那个机车，我在打那个轿车了。来我们前面，来我们前面，开到前面。阿光，你的车子着火了。对啊，因为刚炸掉的地方。可以了，应该可以了。为什么要走这里？路在下面。切西瓜。问题是路在下面呢。绕远路了。你不跟着他们，等一下他们有敌人呢。我迷路了。对啊，来跟我走，跟我走。你逆向，先逆向，你先逆向。有过来吗，辉仔？去那边走那里。Drop off's up just ahead there, by the house. We might have done it.We could take some Molly, have a good time. Or take some Mollus and I could have a better time. Ah, no. No, it's not professional. We've got an agreement with the buyer. A business is built on reputation. Ron's gonna think we're... nice one, friends. Nice one, huh? TPI on our way. We are on our way. Oh, thank you, people. Thank you. Great work. Really great.Here. Advance from my earnings. You gotta speculate to accumulate. Now we've done the speculation. Soon we'll do the accumulation. Very soon. All right. Now let'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ll right. 坏仔的晚上全都不见了，为什么？Thank you all very much. 没有，我看都还在。Be cool with that money. Only buy superficial crap and superficial people.Who are you? I'm Impotent Rage. You can't be Impotent Rage, cause I'm Impotent Rage. Yes, but I will deal with you later. Hey, my brother. Brother. Yo, it's Phil. It's good to meet you finally. Hey, Trevor, ain't it?So we're gonna do this, or we're gonna have a circle jerk, or both. Whatever you want, man. You got the drugs? Yeah, if you came for what you ordered. Yeah, I have. 很紧张的 FIB， 露出马脚。Can I see the money? Yeah. Got it.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叫 Trevor？So, Trevor, there is the money. Hand me the cocaine first. What? The cocaine you are selling me. Excuse me? Are you selling me cocaine, Mr. Phillips? Why do you keep saying that? And how is it that you know my name?Fucking narc! You're
under. You are under arrest for trespassing. Get away! Fuck! Six! 他跑的时候，为什么不顺便把钱带走就好？就跳海了。跳海的声音，海跳好好笑。跳海人生啊！再得到最后一个无能狂人。为什么阿 Q 会白金？因为我后面一直打敌人哦。哦，89个。速度不够快。成羊了。白痴。要想弄一个毒品网络，叫飞碟。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啊！有人一直在前面。全死了、欸！我什么都没做哎、欸。不是啦，那个灰仔啦。全死。你们两个看一下，怎么会打死他的？看看。我要捡钱。哎、欸，对了，忘了捡钱，杀了你们竟然忘了捡钱啊！失误，失误。因为我自己先能捡回来了。可以啊，可以啊，385。还是快。那是他给你吗？诶、欸、哦，走错边，能不能开？不知道诶、欸、可能要回去哦。对啦，要回去，要回去。飙路，飙路。现在先回家最快。哎，晚上安安，你好。你们听我的声音不会很正常吧？哎、欸，阿 Q 在讲。会很正常，所以就是不正常。哎、嗯，所以我一直都是不正常哦。我要抢他，忘了抢，算了，把车子开过去再抢他。做一个 GTA 的玩家，买完东西就是一定要抢。哦，这个石头也太大了吧！你自己要撞他的重点。我以为可以碾过去的。Oh good God, no! I cannot go any faster. I'm doing my best.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把我的钱拿出来！哇，为什么有那么多路障啊？喂，啊，只有1000块而已哦，钱真少。喂，
有人接应真好。并且就是这台跑车特别容易翻呢、啊。低翻机啊！嗯，你可以不要开机车吗？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卡到死的时候就会撞了我们两个？我在跟你讲，这个撞破我应该就死了，我的血剩不到半条。非常好。对。你是抢飞机？啊，我是抢飞机啊！他们两个应该没到家吧？还好远呢。已经好快了，你用冰箱这里要多两倍吧，速度。因为这台真的是直接爬山的。想去勾他们？白鸟啊，都。勾的啊，那是 F 吧，还是 E？ 哦，轻松爬山，你是在勾车？不是啊，勾他们不是勾我们的车，想勾他们的车？对啊，他们说他们很慢嘛，很远啊，标一下他们在哪里，我看不到，看到了。我们骑机车哎、欸，你要勾谁的车？哦，那我去载你们了。今天一整天下午白天都没有下雨，然后我快回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好讨厌。钩子要先放下来，按一。已经放下来了。你是摩托车没有办法勾吧？应该。哎、欸，我来载你们啊！你找个位置下吧，前面的。下来啊！还真的嘞！怎么真的？下来啊！哎、欸，你在往这一边，我们在网子的这一边。什么？好啊。网子啊，都不用了吧？不都到了吧？快！还那么远。你在网子的左边，我们过来，过来了，过来了。啊，你们又下去了。要摔死了，要摔死了。好啊。我的天哪！好啊，你把它牵起来呀、啊。你在哪？在这啊！我去空空一点地方停停喽。这里可以吧？马路这里。前面路口。下来了。我老公。下来了。我老公。走吧，快点啊！你在干嘛？我被车撞了啦！你们。要去哪里啊？下面就是了，还成这冰冰怎么下去？你们的呢？管啊！我不要了，我不想空中跳伞了。上了没？你们上吧。
真的要用跳伞的、喔？没有啦，我会下降在家里门口前面呢、啊。家里门口那边有空地啊，可以停的、啊。已经突然停掉了。看看这边有什么戒指可以偷的。哎、欸，你可以勾 NPC 的车子吗？可以啊，你勾看看，快点！哎呦，都已经到家了，不好勾啊，因为它会移动，它会移动啊。哎、欸，升级多快啊！阿 Q， 我要炸直升机，你还在前面。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嗯、在这里而已啊！你在跑去哪？啊！自己家门口，我不知道怎么进。因为每次都是开车回去的。哎、欸，为什么直接进去？啊！我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了。你是炸死自己吗？哎、欸，这是那是我家，你有困难吗？哦，好。我把你家当成是我家，你家就是我家，全家。又有人在喝啤酒了，尿。为什么身上有星星？我在家里静心呢，好好笑。不要紧哦。我现在有星星状态。那怎么办？等它消心啊。花200块吗？一星而已，应该是200块。对啊，200。老子有钱啊！等一下， Hello. 等一下，等一下，嗯，买子弹跟护甲，嗯，好的，我好的。所以我买原厂的这个摇杆、啊、是全黑的。我喜欢白的。因为那就全黑的在做特价。我原本是白的、啊。老板，它原价多少？这个原价 PC 用上面是卖1100多吧。那个 Bugs 的摇杆比较便宜 ，PS4 的比较贵。嗯，可是，不然我才知道我会用 PS4 的，你还要再装模拟器，所以 Xbox 是最怎么讲相容性很高的，因为微软的东西。Whatever. We all love banks, especially the big ones that take big risks, because they just know that if they went under, we'd all be dead. Too big to fail. Great idea. Let's put it to the test. This is a little something I came up with. I like to call it bank robbing with a social agenda, if you will. Something I tell myself so I can get some sleep at night. 这个变态。Anyway. Those overly leveraged turds at Pacific Standard Bank, they are going to be hit at their flagship branch. How are we going to do that? 我们要不要试一场用骑摩托车的方式？ A little complicated, but there are some trucks I need you to photograph. One of those trucks, 骑摩托车的方式，那个什么，即便没有被警察打到钱都没有，也会撞车撞到钱掉光光。所以要骑好它嘛。Get it?
Alright, so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photograph the trucks, and I'll tell you which one to hit. And once we've done that, we'll need to have the transponder programmed to Pacific Standard's frequency. Now, my signals expert, Avi Schwartzman. 然后那个库洛马确定被改掉，因为不只有我们这样子。我今天去爬文，发现其他人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他们更惨，是从那个车库就没有办法进去了。连车都拿不到。What do you say? Not very much, I imagine. Hmm. 能不能抢一辆那个警察装甲车啊？那一种特种部队的那一种防弹的？可以试试看。就上一次在我们路径的时候，看到有一台停在路边呢。我知道，可以试试看。可是，阿光，你这是要当什么？我要当那个，哎，导航员，这个我都当过了，都可以啊。你们当车手，我当导航员，我试试看，没有当过导航员。好啊，车手吧。我们上一次是车手还是渡赏员啊？我们上次是路边站。你们是车手啊？上次你们是车手啊？导航员那、啊、一个跟 Q 仔一个，看你们要自己开，你先这样就好了。看你们要自己开自己导，还是我们开你导这样子？有一个，你们那个啊，老公，你要跟着看，你要跟谁？你要跟一个哦。等一下，我换车。等一下，阿 Q， 等一下上我的车，我要换车。这台车不好拍照。那你要换哪一台？我进去换了，等我一下。好、啊，阿飞，你要打开手机导航，看那个点大概在哪。然后右下角那个有一个导航。嗯，好了。然后你要看那个点大概在哪个方位。刚忘了选车。阿 Q 上车。右边有后面，后面，你先打开手机。右边。他左边左右都有，左右都有。看你先来一遍。他们要左右，左下两台。是啊，嗯，好像只能看手机吧，不能开出来吧？只能开手机啊。对，只能看手机。他只要在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要好。啊，我知道，我自己。十二点钟位置有一台，十二点钟位置直开。十一点钟。三点钟。十二点钟。感觉好。过头，十二点刚好，就这个位置。可是他们在前面呢、啊。哦，那到底他们在哪一台，我也不晓得。那不然就3点钟，3点钟还有一台。好，我们去3点钟那个。好，这台，十二点过头，左边一点，11点。11点的位置。哦。他在路上。现在在3点。他不会很准。10点，大概确定的方向而已。对啊，就是大概跟你讲几点之后，你就往那个方向去这样子啊。前面的红星跃进中心，哎，前面哪台？前面哪台？就是用拍照，拍车牌。拍耶，还没拍耶，怎么拍？开手机拍啊，拍照功能。那个拍照模式。哎，已经拍到了。拍了。好，换下一台。他就在12点钟方向。一点钟方向。往一点，三方向，好，12点刚刚，现在在2点，3点，4点，现在呢？现在在3点，哇，3点，好，12点，2台，好，在前面而已，前面哦。前面，你拍照，拍车牌。
开车来，来。我在点了，开画面了。有拍到吗？没有，有拍到会显示。你要拍车牌，你要拍车牌，有拍到会显示。你的后照镜，你后退一点，你的。九点十点啊，有了，有了，有了。再哪一点？九点一台。三点。好好笑，刚刚你那个后照镜远远的，刚好等在车牌。十一点，十二点。十一点。几点啊？啊！笑死我了，挡车牌。三点。照镜，照镜。两点，十二点，十二点，十二点啊！十点啊！九点，九点，九点，左边。哇！十二点，几个位置？左转。左转。再右转。好，这条路它大概在一点方向。在三点四点，在左转，这个方向应该也遇到了。十二点啊，现在左边，左边，哦，在前面，啊，前面，前面，前面。好，你相机拿出来，你相机拿出来。拍到了吧？拍到它会显示。OK， 好的，跟上他们那一台。没有啊，我们没有，红色都没有啊。雷达上面我们现在也没有，拍两台了。啊，我们也拍两台没啦。来，等一下，等一下，好像要抢一台。等一下抢一台，看他说哪一台。等一下设驾驶哦，他讲啊，再来。阿 Q 帮我标。嗯。为什么我这边没有红点？已经没有红点了，现在时间，现在直接要急着去那一台绿点那边抢那台车。看到？你确定那个是绿点吗？色盲？蓝点了，我色盲，好，谢谢。直接下车抢，下车抢，下车抢就好，下车抢。他们在抢了。那就给他们抢没关系，因为他们比较近。先解心，先脱心，抢了吗？抢了吧，阿爸可以抢。你这台车是什么车？两光车吗？这是隐藏车种，好不好？火鸟。啊，为什么没有喷火？这台是买不到的。哦，我有啊，我车库有一台。我们同时抢的啊，一人抢一台啊。特别在哪里？就是它火鸟改起来回忆特别大。哎呀，火鸟这种是经典车种。你们有军信吗？有军信不要过来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沒有啊，只是挡住路口而已，不让警车过来。如果这样挡着哈，都不要动的话，警察我们就不会进行了。一信而已啦。哦，脱了！为什么要撞我？你们两个，啊，他警线你没有看到，他一直闪过来，还没脱信耶。刚刚炸前被他受到了。这位是你们什么要撞我？你们的炮弹都没不让我出去。原来不是在挡信挡警车，是在送信。是啦，你没有看到哪台警线从前面开过来吗？就差点被他受到了。你们还不要个位置，让我退出去。哇！你们在开跑车，那我们在开碰碰车。骑车。你这一台被，你这一台被撞到有点像两光车，有没有？单攻啊，单攻啊，铁啊！往上挡路哎，他哎，快点，你等一下。哎，等下撞到任务失败，你就知道了。
我是没差的货车，你看你肯定做不过我的，你是他欠什么亲？这路撞。Can take it to Lester's guy. Hmm. 好像要上小岛了。嗯，上小岛。嗯，是上小岛还是骑抢机车？上小岛先，然后再抢机车。上小岛。还跑欸，跑上车了。哎呀，欸，别打了，别打了。哎呀，好，这样子翻滚，翻滚，翻滚，赶快跑。怎么有人用狙枪狙我？不是我，我已经收枪了。收枪了，载我，载我。有人在狙我，德行恶啊！就是最后你想追我的时候，我移了一步，你追不到啊！我正在瞄你啊！对啊，我看到你瞄我的时候，啊、我移，瞄了移了一步啊！走啊走啊！我无辜的，你无辜的，你好无辜啊！哇，为什么我的戒指被人开走了？谁偷了我的戒指？我 NPC 啊！哎，快点快点快点，救我！你可曾知道这台是防炸不是防弹的机车，我以为你可以那么好心过来载我，我知道你是想炸我。马上就走，专机呢，专机呢，走啊，花200块进来就好了。等一下，跟上次一样吗？你要骑小海沙？我骑小海沙，然后我开船接他们三个，接他们两个。对。啊，笑什么呢？都没有啊。我们就是每次结束完游戏之后，就开始互杀对方了。开始喽！开始啊！来，换个衣服，哎，还蛮不错的。这个要穿重装吗？可以穿，可以穿也可以不穿呢、啊。很难我穿了、啊。
我穿比较帅。哎呀，我还没开我的那个飞行鸟出来。重点是可以赏一下我的背胆，你不想老是跑去买。撞前面那一台大吊车，还射我嘞！啊！我防弹衣都没了。你干嘛自己中成这样子？喂！为什么我上不去？太重了。有人偷懒给人家载了。这个明明就可以载，为什么要骑那么多台呢？别人检看，你听懂了没？是。高速转过去哦，高速穿过去哦，高速穿过去。哎，没事。还开枪哎，子弹很多。穿西装，为什么你们双 K 还可以骑那么快？这速度你太重了。你这还重啊？你看那白色的东西就是那飘过去踩，那哪个是算是加速的一类的？但是不会再弹来弹去的。白色哪种爆浪啊？骑在上面。骑在上面也比较快。对啊，他因为会陷过去的，会把你的戒指陷过去，不会跳来跳来跳去的。要超车。后面有一只乌龟。再冲过去啊！对，你们整个像撞哦。等一下，卡住哦。他切西瓜好吗？想要炸飞机。阿 Q， 你去炸飞机好了。哦，我炸飞机很不准哎。是这样子，都自动瞄准了还不准。
可是问题是他不是得到红的时候才发射吗？是啊，他每次大陆自己配音啊。等一下，我叫他帮忙配音。对。啊，等一下，阿天又不会讲说我的红顶还没红呢、啊，你一直滴。现在炸吗？还是上去炸？都可以啊，上去啊。太远瞄不到，可以啊。我拿那个散弹枪瞄不到。哦，感觉 NPC 防弹衣穿很深哦。爆头啊！往上推一下，瞄之后，瞄完之后往上推一下。再穿一件防弹衣。这一个，哦，不要冲进去房子哦，房子给我进去哦。好啦，还有一只在后面吧，绕一下。你吓死他了啦！你屁股中弹了。Should have stuck my head ou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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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cool. Don't answer the phone to Lester Crest. Don't answer the phone. 对，我的后面有啊，我的后面没有。有啦，我的后面只有手背而已。而且明明敌人都从正面来，为什么你屁股会中弹？我拿屁股当那个诱饵啊。可是我后面真的没有屁股啊。大直升机啊，大直升机啊！啊！有一台啊！那你们先走 ，NPC 要上来我这里 ，NPC。快 N F， 快点的！阿光出吧！啊，你们走，你们走。两个位置要抵押。防弹衣没了，补一下。哇哇哇！好黑哦。对啊，怎么会这么黑啊？晚上啊。
差点卡在路上。No. 直接穿过去，不用停下来打、啊。阿光，你要干嘛？撞壁啊！来，你们先开，前面有两台，你们去把它炸掉。还一台。啊，往湖中间走就好了。往前冲，然后等消息。哎。高兴就好，不用去炸直升机哦，因为它炸会突然重生，很麻烦。其实这一关呢，只要我们三个人在岛上等你，把它护送过去就可以了，是没错了。有需要那么偷懒吗？一起吗？要不我们四个在岛上等，叫他自己过去，很神奇。他现在没有叫你脱心，叫我脱心了，好神奇哦。他又改了吗？他也没叫我脱心耶。对啊，又改掉了啦。来我这里，来我这里，让那个路面抢车啊。对啊，来我这里啊。那你们刚干嘛？不是说要先脱心？正常都要脱心啊，啊现在才脱、欸。没闪呢、啊，现在没闪呢、啊，没闪呢、啊。有啊，要上岸上岸才出现。快跑！哇进！哇被遭到了。打掉他吧，直升机做不了啊！打吗？不用炸他，不用炸。现在要上岸才会消心呢、欸，之前都不用。你停一停，然后等他炸掉，然后就找个陆地上就好了，不然你没蝎子很容易。靠不了了，等一下肯定。完蛋了，我被一堆警察追了。一直站在后面的，哎，爆掉了，出去了。我的贴纸在左边，对，整个方向。右边，往右边开，陆地，他受过来了，左边。飞机。
哦，你还想看回去啊，笨蛋！要互动要动，我以为你要动我们的线。哎、欸，你们抢到车，小心抢到车来接我。我还在闪警察、欸。你们说了，拖的抢炮，抢车来接我。我们在海上海中。啊，有车了不是？啊。有车我需要这样跟你讲吗？算了算了，自己来自己来。我们都上了，不要这样。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警车在后面。你还要再抢一台，还要再抢一台，要做 NPC。你们，你走吧，你走吧，会长，你去接阿峰。嗯，你怎么死了？我就说我被警察包围啊，叫你们来抢一台去救我啊，就没有人要来救我，就 OK 啊，没关系啊。我们才刚上岸，你现在在哪里？不用了，不用来救我，自己来就好了，完全自暴自弃中。去揍一揍哪个 NPC 的？我们去揍 NPC 吧，不要上线了，不要上线，我们没尊信，我们没尊信。问题是 NPC 不会上，是 NPC 你们不会上你的车，是只会上我的车而已，好不好？车子给你，车子你，赶快赶快，车子给你。来不及了，时间到了。嗯。这个算看时间的。没有看时间啊。一点都没有看时间，也不用接我。没有啦，生气声太快了吧？我们一直都有在动，好不好？不是在动的问题啊！你叫我们抢车去接你的时候，我们还在海上。其实啊，我们不用破信了，把直升机打一打，然后跟着他后面，把他放他抢一台一直走就好了。这是哪里？哦，要不要平身？我们上船吧。Never should have stuck my head out. It was cool. Don't answer the phone to Lester Crest. All right. Let's go.Let's get out of here. 反正我说后面两个座位，拿火箭炮炸好了。You know they aren't gonna send me to jail. They're gonna chain me up and make me.
飞呀、啊！We should go to the hills. I don't like it. Look out! No, 我差点又卡在岸上了。那是警车吗？是吧？打死他吗？看你啊！哎、欸，我跳了船哎、欸！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为什么我怎么跳船？离开座位跳船的、啊。你开后面那台警车的就好了。那我们先走。坐上去就不能站起来了，你以为呢？所以我一开始应该不要装沙宣药，就不要做沙宣，直接拿着。你不做下去，那个翻来翻去，你就掉下去了。所以要坐前一点啊，不要用它放到我面前。它好像座位就是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就这样子而已。可以站着啊，就是你要站好。对啊，可以站着。就是可以站着，但是有一个位置地方站着，他不会被震下去。直升机来喽！直升机，你要停一停哦，要打的话。打不打的话？不用打了。好。哦，终于天亮了。我们从天黑黑逃命逃到天亮亮。I haven't spent this long in another person's company since that owl died last spring. Man, he cooked good.为什么你在后面没有被警察追？I wish you'd left me alone. I didn't do anything. I was pruning the bush, not exposing myself in it. 谁说没有？他们对着我一直开枪呢。难怪我们没有动枪。有啊，我动枪。他中了一枪，扣了一滴血，二十分之一的一滴血，你完全不痛了，全中枪。过了，过啦。Oh, are you a cop? I'm not a cop. I'm helping Lester. Have you done it? What? Has he done it?I don't have the Pacific Standard frequency here. I don't have my tools. Ain't that convenient? I've got some tools. Come on. Let's go meet you back at your place. And don't worry, the transponder will be ready for the job. Oh. 为什么跳船那个白鲸啊？当年我在后面，你知道打掉多少个警察？一边开拳一边开枪。
哇！你连我都杀好！你们三个误射，我都在旁边射，走了走了，我无辜的。很好。干嘛啦？你是不是说误杀吗？一出来就误杀，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开枪打我？哎呦，我要你打我！啊？没有没有。哎呀，谁打死我？跳不上去，还没扫射，跳不上去，天哪！你干嘛爬？你还要我爬？欸，我们这样杀来杀去，为什么都没警察？有啊，精神等级上升啊，等等就有了。对啊，对啊，有人报警就有。那个精神等级的红人。就是那个圈圈会变红而已。不然先回去开吧。我早就在开了。可以进来。你们两个要进吗？他们应该还在误杀吧？你们还没杀完哦。他在跑嘞。那我去上个厕所好了。这场大失败，没杀到半个，还是我杀到阿飞。我一开始杀掉你们，干掉你们三个，你们看到你们三个站近距离还要开枪，我在你们旁边自己受射，你们三个。不是啊，每次都是我站在最前面，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一出来就按发，然后就马上瞄准目标就射了，死之前肯定要干掉一个。每次出来都是我站在最前面。这一场是什么？不晓得，要先进去才知道。应该是抢机车吧。第三场啊，兄弟。阿 Q 上厕所。哇，上厕所还可以按启动战局，厉害吧？你看，不会你的座位就是马桶？真空的吗？不是，他座位就是马桶，你知道吗？你刚才说我用包大人算了。啊，good good good。光碟机不就是那个饮料架？ Three more little tasks to perform。还有，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人用那个即可烤肉。Some hacking equipment, kind of the nobody makes and the sets that are in the world. 不是，他只是在说他的电脑热到可以烤熟那个肉而已。不是真的要烤来吃吗？之前不是有人用那显示卡把那风扇拆掉拿来煮蛋？这我就没有看过。哦，骇客入侵啊，去那个抢一台车。哎，对对对，你上次不是一直想要买他们那个什么香车？那个有在卖啊？有啊，我后来有找到。
后来他又不想买了。懒。Very, very well acquainted. 爽。Has a regular contract to carry explosives. 哎，为什么人家辉仔的那个纹身都还在？对呀、啊，为什么他后面的俚语还在？我哪个俚语很容易就消失了？证据完成。我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鲤鱼跟人家飞走了。没有，你找到那个刺青师傅功力不够深。不是你的鲤鱼跟人家私奔了。不是啦，明明就是一个 bug。我上网查一下，人家很多人都说哪个鲤鱼啊，还有一些我死快闻的哪一种都消失，上市的都消失了。有颜色哪一种？红红的、绿绿的哪一种？我说辉仔现在那个纹身啊，感觉很像穿着丝袜跟那个手套了没有？不是，感觉就是看不出全部的图案，感觉就是这边脏脏的，那边脏脏的这样子。哎呀，没有，那个是别人看我的刺青会感觉要雾雾的，然后我自己看都是清楚的。是，哎，那可能那个什么解析就那边要调吧？问溯源还是？怎样？哪一边？我们应该玩。哎、欸，我要去另外一边。上次是右底手。所以我就是右底手了、嗯、这一次。运输员，我上次也当过啊。啊。就开车的。啊，我要去开车的。哎、欸，为什么过不去？那快载了，我去对面。运输员就只有一个而已啊。哦，是吗？那老公回来。啊，等一下，你们其实可以开着库洛马走，好像人家是这样讲的吧？这我就不知道。开库洛马？嗯，开一台库洛马过去，等一下你们开库洛马走就好了。上我的车，没有吧？是要先去那边开货车、欸。对啊，对啊，对啊。桥下开货车、欸。那、啊、你们上了货车可以下来之后换开库洛马，好像可以这样子。开一台过去啊。哦，这个好像要在中间拦截。你干嘛撞我鸵鸟？硬要过。挡路。硬要挤过去。这是去桥下开货车而已、啊。嗯，不是去抢车啊，就是货车开了，然后去那个地方的火站。哇，然后自己翻车哎、欸！有人翻车了，很滑、啊，一路车都很滑，对吧、啊？怎么测？一路车，每次哪一种跑车啊？是自路车、啊。哦，为什么它叫肌肉车？就是叫肌肉车。嗯，谢谢。就全身装一些有的没的，你看看，装一堆有的没的，就是好像全身都是自路一样。全部都要上车吗？到底？你不是运输员吗？你为什么躲在后面？等一下的运输员好不好？哦，你干嘛、啊不行？我想说，开一台库洛马过去啊。我们上次不是测试过？然后阿光，你等一下要自己留在左白色车子哦，然后我们要开那台黑色车子、哦。就上车飙一飙，然后再另外一个开库鲁马过去啊，差不多快到的时候上车就好了，行不行啊？库鲁马停太远了吧？要气功开过来。好帅。
枪店前面停一下。如果身上有一个杀切会怎样？不会啊，枪林车就会出现那个前往那座。没差啊，他哪个点那么近？我们会开回去拿哪个？拿我们的蝎子啊，停在哪个网点就好了，标一标。好啊，我要买防弹衣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刚进来买。你们也吃太多防弹衣了吧？刚我骑着小海鲨、欸、啊，冲在第一个哎、欸，防备射。你可以把 NPC 挡在前面。不要一上哪个路，要回去拿一辆吗？不用啊，这样不用啊，用技工叫就好啦。哎，记得买金子哦，爱小金拜拜。为什么？请神啊，技工。你是那个蔡依林上身吗？拿打看。啊，快啊，叫库鲁马。有啊，请求个人载具。不要开枪哦。哎，我的库鲁马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潜行啊？按到吗？有困难是吗？怕被发现吗？也有一个人潜行，好慢啊！哇！穿中装没有坏事。那你们死掉的时候就不要笑了，就换我笑了。不要炸到枪兵车！哇，屋顶！屋顶有一台，哇，屋顶有一台，爆头！哇，爆很多头哎、欸、我！上面一个，上面在上面看不见，再前一点，在上面前一点，前一点，前一点，直接开出去。等着下车。我的车门刚被，哎，你们去搭上白色厢型车。哇嘞，车门又掉了一个，车门又掉了。哇，坐后面很不安全嘞、欸，不要上车，风通雨雅，去开那台白色车进来。上车，谁上车？谁上车？陪我去开白色车过来。上车去开白色车过来好了，好凉爽哎、欸！等一下，好凉爽，好凉爽。哇！你想怎样绑路？哇！
啊，你们可以开着骷髅马去走吧。他显示要搭上那个，对啊，要搭上去啊。一个人搭就可以了。你上楼梯干嘛呀？我也不知道啊。像啊，还黑市啊，你们哪一台？要搭上去。掐你呀、啊，光。啊，我不用上啊。阿光不行，阿光不行上。他不能上啊，阿光要开白色车。他是右敌手。你们是右敌手。哇，真不知道这条路原来我都挂死了。为什么你们那边在开枪，我这边的人在尖叫，超好笑。What you got for me? I could use some hardware like this. I'll case it up, get the interface ready. Hey, if I don't see you before the job, I should say, try not to fuck it up, all right? Hmm, 在里面的。嗯。我以为是后面海滩。没问题。铜牌，靠，忘记了，我为什么你会离那么远？我来的，不要是。